这里有两窝蜜蜂，因为这个路啊要施工啊，所以这个雨衣布啊是临时堆放的，结果来了两群的蜜蜂。我看在哪里？就这里。哎呀，哪里？哎，都没看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很软的哦。嗯，很软。一拉开来就有了。另外一窝呢？另外一窝在那边，可是它现在没有进出了。在哪里？我看。度夏期间这边在进，没有在进出了。哎，这个是啊，不是同一窝的呀、哦。不是，那同一窝不可能那么远呢、啊。不可能那么远哦。有三米那么距离那么。现在度夏其实不好收蜂嘞，不好收，对。可是没办法，人家施工啊，对啊，那只好搬了。这个度夏，你收的蜂要过完哦，留得下来也是技术哎。哦，那蛮难的哦，蛮难的哦。我回家这边，干干的啊，皮干干的，里面都干的啊。哦，那么多蜜蜂了。我这样搞，连不到一批，不到一批啊！可是你要看里面，也许里面还有啊。是啊，没有的，不会通下去啊。很幼哦，它就在雨衣布里面的哦。对啊，那移不了了，那个袖子很长，移不了。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外面这两片弄掉。嗯，来，你要这样拍的，拍得到吗？不，里面有温暖，味道又好。那樟树啊？啊，这个樟树哦。嗯，那樟树啊。来呀、啊，来，给你玩。外面做的过单程啊，但我打不丢出去麻烦哦。唔买。好，唔买呀。然后丢出去我就不吃亏了。唔买。塑胶布不要跟它割破。好。你那边来的很多塑胶布啊？妈呀，我还做些呀。我还帮那贴的呀，这讲素食的嘛，哪贴的呢？你压到蜜蜂是不是？有蜜蜂被压到。嗯。哎呀，我没掉蜜，你爱吃啊，没掉过。不会的，给它专门属棚哎。应该是切外面这一片，就把它切掉了，不然就是把它直接拉起来。哎，这样子，怎么样？脱落了，那就脱落了。哦。那就脱落了。会不会？那就脱落了。弄哈。对。但是你这边要先松掉，我这边松，我这边切了，那不是脱落的、啊？对对对，它应该粘很紧，营养很狠啊。那个就是有些根子的办法，跟面当做办法，养一养它，不要跟它脱掉，直接放风箱就可以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那蜜呀、啊，有了，有，小心被叮到。哎，大哥，先拿去吃哦。不要了。哎，好吃哎，跟你讲，真的好吃，天然野生的呢。不要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要。人养生的。空的嘛啊、哦。对，都是蜜皮，应该都空的。哦，那是蜜皮还是？应该都蜜皮啊。那再丢到这里了，蜜皮就丢到这里了。是蜜皮哦。对啊。那蜜皮个。哇，全都封盖蜜耶。全部都封盖蜜哦，嗯，哎，很难想象嘞哈，嗯，我靠，这个不是那个棉花割开来的，嗯，我先偷吃一下，这什么蜜？百花，嗯，百花，这也看起来也要准备绕跑的嘞，对，这叫跑的，对呀、啊，哎，还有里面还有呢，那片是紫皮，可以绑。那片是紫皮，可以绑。这是蜜，这是蜜皮还是？大部分是蜜，都是蜜哦。我靠！是蜜。你不是顶到封箱去的啊？还蜜不够。哎，哪有紫皮？一点点而已、啊。看它躁动成这样子就知道了。机会不大呀、啊。嗯。你拿那个汤匙哈、哦，把它剁一剁。它蜜蜂蜜就流下去了，就过滤一下就好了。你去跟他要一根汤匙。点汤匙啊？对。啊？哎。点汤匙啊？对啊。多酱啊！哎，还是可以多啊。汤匙。怎么办啊？
这个是因为它都是蜜皮的，都蜜皮的，我们就直接就蜜鸭子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来多久了？我们就直接化掉哦。不然正常不是这样子啊，正常正常刮粉区哈、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里面还有哎、欸，有没有籽？那么多皮哦。有没有籽？没有籽，没有籽。就不好养啊，这个时间点都是这样子啊。是哈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不收放这里了，它也是被虎头蜂弄走啊，然后这边也要弄，不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是工地也要弄，没办法。这边要整理。嗯、是空的，你看有没有卵？卵是没有用，卵没有用啊，它要搬走啊。它把咬直接咬掉，直接吃掉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不去动它，它会继续结呢哦。会啊。对啊，有抓到蜂王吗？钓到了，我看看，给师祖看一下，哪个蜂王？来来来，你要看那个蜂王那么大只，呀、啊，你看那只哇，那蜂王安对不对？哦，是屁股那么大，对，屁股很大哈，比较大，比较黑。他一般抓蜂哈，一定要抓到蜂王，那你要抓进去啊。对，他是要蜂王抓到，他跟着进啊。对，对，他就会跑进去，其他的蜜蜂哈就跟着蜂王跑进去。那你要先放箱子进去，就跟老皮哈。它更好的，我割掉一半，你要不要拿下来？要不要？哎，刚刚不是有一小片的籽皮吗？给你看那边，来，我看一下。那好，感觉就好。好，现在飓风。小拿刀。他第二群要动手了呀、啊！现在弄会打架。好、哦，现在弄会打架，所以要等他。群先开始进香，再弄第二群。啊、哦。第一群先进了之后再弄第二群，距离太近，你看它距离只有不到三公尺，不到三公尺的雨衣片上面进了两群蜜蜂，那因为这条路要开嘛，所以要把它收掉。你现在是等于把蜂王先拿出来，对，蜂王先拿出来，因为他们在找蜂王，然后再把它放进箱子里面，放进箱子里面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就会叫其他的人进到箱子里面啊，因为他一开始找不到蜂王嘛，刚开始找不到蜂王哦，所以要把蜂王的味道叫其他工蜂把它散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这算了，他只中了。所以这过程还是很多临机应变哈、啊，比较集中的很多哦。像这样子把它弄一些进来，嗯，然后它就会叫，它找到蜂王之后就会叫其他蜜蜂。嗯，不过因为夏天的这个风比较躁动，人多比较躁动，不要说它。对，夏天尽量不要弄，但是因为夏天虎头蜂会来啊。它要有风在时它会来的、啊。对，虎头蜂来它就把它弄掉了。蜂王掉在收蜂笼里头，没办法，运气不起来。对，这就有点像收粉蜂团一样哦，这没办法。收好像在洗衣机。他现在蜜蜂都已经聚起来了哈，聚起来了。然后把那个一团的蜜蜂啊，弄到蜂王那边去。收蜂啊，哎，你看又飞起来了。对，这样还会进去？会啊。这个没有经验不能够乱学，会被叮。会哦。会哦。会被叮得满头包哦。会哦。因为人家都是很有经验哦，所以他敢这样做，还是要有一些技术啦。有东西哦，你知道吗？有进哦。有进去啊。有进哦。对啊，蜂王在里面呢、啊。啊，有进哦。啊，有上去了啦，有几个上去了，有进了，啊，有上去了，还等着，走开，来走。
上去了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。哎，有上了，有上了。弄来了一。老婆婆弄啊，不会的。你要在说那个说挂说风笼的时候，底下一定要是空的，然后外部是靠那个空框啊，靠空框的地方，它才会聚集过来。然后最好有可以风可以让流动的地方，它风完树才可以散得出去。那现在又来了、哦，那旁边如果有聚集的，你就把它打散，它就会飞进去。这是刚刚没办法聚集啊、哦，我们把说风笼放在比较高处，空气流动的地方，空气流动的地方哦，哇，你看蜜蜂马上进去了。在这个收风笼放哦，还是有一个小技巧哦。哎，他在这边团聚了耶。有了，他已经进去了。有进来了，已经结团了。然后像旁边有聚集的地方扫一扫就好了。还再继续扫、哦？对，像这个聚集，对，它扫掉就好了。然后再往上，对。哦，你是把树上的聚集的扫掉，让它聚集在收风笼啊。哇，搞定！第一窝的蜜蜂。看一下三公尺外哈、啊、第二窝的蜜蜂。哦小心哦。一样梅子啊。嗯。哇。都梅子啊。夏天通常都这样子。是哈、哦。完全梅子。对。通常夏天不建议收。对呀、啊。哦难怪。今天了。有没有什么哦、有，那下面有籽哈、啊，哎，那这还好，一点点，可能两片籽吧，三片，三片籽，三片籽哈、哦。哇，这籽还蛮漂亮的，真的啊、哦，要不要拍一下？它这比较好播哎，这比较好播。哎呦，这个漂亮哎，好漂亮，这个收起来有，应该稳得住了哈、哦，这应该稳得住。哎，你可能要先画籽，画从那个粉区这样画。所以我们就要走标准的那个收风流程，就是先把籽区割下来，不然你先整片拿出来，那蜜会流下去，然后整个籽都泡到蜜，那这样就泡籽泡到蜜就很难流下来，籽泡到蜜就很难流下来，很难流下来。所以你在割皮的时候哈、啊，绝对不能让蜜先流下来、哦、对，所以我们通常先割籽，先割籽区哈、哦。对，先割籽区。嗯有籽哦，有籽，哇，哦，这个也是蜜，哇，这个蜂蜜，蜂盖蜜，赞哦，蜂盖蜜，哇，蜂盖蜜还是有蜜有籽，哦，还有粉呢，是哦，啊，这不能摆呢，哎，这片也是籽皮是不是？里面还有一片，这也是籽皮哈、啊，兜子里面还有，那个盒子里面还有，啊，真的猜中了，真的三片籽皮，三片，这个蜜还没割，好。这个也可以了、哦、对，这都可以、嗯、都可以，我们就把这个因为刚刚那群没有籽、啊、我们就把均匀 分散一下、嗯、啊，一群有籽一群断籽，对，所以你现在三片籽皮要分两箱来支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、okay、所以刚那片籽皮拿去绑，直接对折就好了。哎，割了，割，都割了，这个比较整齐。你看这蜜也比较多，来再来，看有没有四片。这一窝比较大窝嘞，是不是比较大？嗯，差不多，风量差不多，风量差不多啦。但是它居住的环境跟那一窝居住环境不一样，所以看起来不会晒太阳，环境比较好。哦，是比较凉哦。所以它还没停产。对，那这个比较不会停产。哎、欸，这个柚子哎。哦。对啊，这三片还没有，好。没有蜂王。没有蜂王，没看到王。对，没看到王。没
到王家准备。等一下，我先搬纸皮，不然那个压到就不行。压到，现在纸皮夏天纸皮很珍贵啊，很珍贵哦。尤其像这么漂亮的纸皮，满满的。我把现在的，上面还有些。还有蚂蚁也在这么多，现在就找完之后就 OK 了嘛？对，现在就找完。